从不相信眼前的世界就是全部，努力改变不是为了赢过谁，而是不想输给自己。努力出发不是为了抵达，还要去饱览终点前的精彩，去挑战，去冒险。去感悟未知的人生，去发现明天的自己。再高清的镜头也无法看透人生的全部。Open up， 打开真我。